备好了。童真，我觉得是内心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，跟我觉得是跟相信童话世界，然后也会去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我觉得这都是存在的。女生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会让瞬间开心起来，然后或者说当我这个作品演得很好的时候，别人在夸我作品的时候会很开心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我就会觉得我会非常的独一无二，然后那肖邦的作品其实每一款我都能体会到它所蕴含的一些情感，而且品牌也是在每一件作品当中都推崇着慷慨人善的价值观吧。我觉得释怀的方法就是不回头往前走，因为你的人生还有很多未知的道路，过好当下每一天。下班了，拜拜。辛苦了。Sorry， 是这边吗？拜拜，下班。